前，山水连天，这一遭人世间，爱与恨长路都走遍，流云孤雁展开画卷，那一幅苍穹多遥远，天地在我心中，一壶酒一颗火种，明日晴空笑孙儿向祖母请安。我让人叫你们两个人来，你怎么一个人就来了？啊，他身体有些不适，还请祖母恕罪。哦，哎呀，你看我真是老糊涂了，给忘了，他还大着肚子呢。哎呀，不过呀，我一天到晚的总是惦记着他。拿过来。你看看，这是我请人给做的，就算是给你的孩儿的第一份礼吧。谢谢祖母恩典。好了，那你就赶快回去吧，多陪陪他啊。是。孙儿想知道，祖母是不是很期待这个孩子？那倒不是，我喜欢傲姨这丫头啊，倒不是因为她怀了我们李家的子嗣，毕竟宫里边不缺人，缺的是活人。这金玉堆砌的皇宫就像个囚笼，我们在这儿享受极乐，却失去了自由。可傲姨这丫头啊，就像这宫殿里的野草，任人踩，任人踏，任人撕扯，可是还顽强地活下去了。这倒真像当年的崔氏啊，皇上爱她，宠她，甚至都忘了江山社稷了。孙儿没想到如此，便悲伤不已。好了，事情都过去了，重要的是眼前的人，万万要给我看好这个宝贝。孙儿守教了。有消息了吗？没有，我和少侯发动兄弟们到帮主常去的地方翻了个遍。那可如何是好？眼下君王被召进了宫，我若出去找，回头帮主再回来了。哎，你别急，大不了我挨家挨户的找。找不到，咱们就去银城找，通过漕运兄弟在玄大堂找，必须得找着帮主。对。帮主，你到底跑哪儿去了？怎么样了？蛾子已经办成了。那看清楚了没有？并没有看清楚肚子，但是有骨背掉下来，至于肚子里是什么就不知道了。
君王走近拿起一看，便跟了过去。没看清，走，我们现在去君王府。帮主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，大家把全城找遍了都没有找到，你倒是想想办法呀。现在只能等他们先走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这，你听我说，你先别急。你说，龙帮主什么时候出过事儿？对不对？没事。帮主他旧伤还没有痊愈，今天又是内府打扮出去的，他平时傍身的东西也没有带着，他怎么可能会没事？晴儿，你别着急，冲动是魔鬼，你先别着急，先冷静，好不好？今日我在宫中学了一道金龟玄露，你尝尝。贤儿，清流，你看这天，说变就变。白天怕是烈日当空，夜里就暴雨如注。不过人的命运不也是这样吗？曾经共骑竹马，如今狼却无形。如人今晚，怕是要留宿宫中。这雷声太吓人了，你能不能多陪我一会儿？殿下，快去备好游膳。主子，还不快去！走。多谢你先啊，怪我还不知道如何开口，倒是你先说出了我想说的。我早就知道，你的心思不在我这，留着你的人又有什么用？就像这雨一样，越是想伸手抓住它，就越会在指缝当中流失。你去吧。想找个有屋檐的地方躲一下，不用你赶，我马上走。你说
我好几次都想跟你说来着，但是看你在朝里被挤兑的模样，如果再爆出我没有身孕的话，怕。怕什么？我和严斌主仆两人光脚进京，还怕那些穿鞋的？大不了我和我银城做我自己的生意，去皮尔木囤货也不错，还是那时候好。你说什么？贾韵的事情，你知我知，传出去，你是要被砍头的。怎么，你要包庇我？否则呢？一损俱损的事情，我可不做。什么俱损？这还不是生意人的想法？是啊，谁让你是我手头上最宝贵的货？感情我就是货呀，那你准备怎么卖啊？学那些奸商，先囤积起来，等行情好了再卖个大价钱。我无所谓啊，反正我有腿有手，卖不好啊，我自己跑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放你走了。可是，你在担心小仙吗？我已经跟他说明白了我的心意，我会去向父皇请命，让他收回成命。可是，没有什么可是，你所有的可是，我都会替你解决。从今以后，你我之间不许再有隐瞒、欺骗对方。小姐，您真的答应了君王要解除婚约？不然呢？青灵是什么样的性格，你不知道吗？她一旦想做什么，肯定会去做。我就算现在不答应，她也不会妥协。所以我倒不如应了她，说不定这件事情还有反转的机会。小姐的意思是？今日我看龙傲衣，我越发觉得他肚子有问题。所以说，倘若他肚子真的是假的，就算青流被他蛊惑，皇宫里的其他人也不会放过他的。那我们马上去找他们呀。我看青流的反应，他好像知道了些什么，所以我只有等待机会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揭穿他。姑娘，君王也真是的，为了能够天天见到你，竟然让你搬到他屋子的旁边。我看呀，他是想天天跟你睡一张床榻吧。他现在人呢？看你睡得太香，就没有忍心吵醒你，说等你醒了以后再来接你，带你去青龙寺上香祈福。这是什么呀？我知道，若不是因为师父的事，你断不愿意做这个如人，还要天天顾及这些繁文缛节。
我答应你，等这几夜我把手里的事情处理完，我就寻机会面请父皇让我们离开这里。到时候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我会一直陪着你，也只陪着你去过我们闲云野鹤的自在日子。还有龙傲一，我爱你。这是君王对姑娘的深情告白吗？哎呀，你出去！哎，你出去出去！哎，你别害羞呀，姑娘。长安的寺庙这么多，为什么咱们非要来这儿？这青龙寺建于太宗时期，14年安置了释迦牟尼佛指的舍利，成为了长安百姓和皇室的上香祈福之地。阿弥陀佛，请这位女施主不要进正殿。这位师父，我们要上香祈福，还要捐油功德，为什么不让我们上前？施主误会了，贫僧看到这位女施主已经身怀六甲，寺庙香火中多含麝香，燃烧挥发后对胎儿有一定的不利，故请这位女施主绕行到偏殿礼佛。多谢师父提醒。那我去偏殿等你。这个庙到底有什么好？小琴，嗯，你去备马车吧，我一会儿回去了。那我们不等君王殿下了，一会儿去找他。你先准备。好。奴儿怎么还没来？主子，青灵，他可能……我刚刚好像看到一个大和尚为另一个怪和尚治病。怪和尚？对，他躺在床上，另外一个大和尚为他针灸。那个被扎的和尚样子很可怕，身上都是红色的印记。你确定你没看错？要不咱们去看看吧。奴儿，别忘了咱们此行的目的，既已完成祈福，我们先回去吧。姑娘，马车备好了，赶紧走吧。嗯。此曲乃明皇所作。当年呐，崔氏不安琵琶，但他独独会弹这一曲。来，圣人觉得臣妾这曲《玉儿高》弹得如何？你呀，弹的是美。那崔氏啊，弹的是情。哎，清流嘴上不说，但他那心里头肯定怪朕当年没有好好的护住他的母亲。
以至于落到个客死他乡的下场啊。斯人已逝，圣人莫再自责。不过清流是个大才，虽然在漕运之事上稍有疏漏，但好好培养，他日定大有可为啊。圣人说的是，来，臣妾敬你一杯。好。有本早送，无本退朝。陛下，臣有事启奏。说。据太史局推演，苍龙七宿东移，是时候该办秋显大典了。秋显乃我大唐入秋的仪式，你好好安排一下。遵旨。禀父皇，儿臣以为北方贼党未平，秋显又行杀生，未免有些不合时宜。父皇，儿臣有话要说。春搜、夏苗、秋显、冬狩，乃是我大唐宣扬武力与国威之时，年年不落。如今边境动乱不绝，我大唐皇室若在此时取消了秋显，极有可能引得外夷宵想，所以儿臣认为秋显必须按时举行。昭王说的也有道理。殿下，那你怎么说？陛下，臣以为秋显可以举行，不过今年的秋显可以减小规模，不如就在后山南苑的小猎场吧。不错，袁相的建议倒是能左右兼顾。传旨，今年秋显在南苑猎场举行，太子、君王、昭王。儿臣在。此次秋显典礼就由你三人各带一队，按猎物数量算分，得头筹者朕有重赏。遵旨。陛下说今年的秋显大典在南苑举行。回禀娘娘，确实如此。而且陛下提议今年改由太子、昭王和君王各领一队上阵，谁猎得多谁就获胜。昭王殿下弓马娴熟，矢不虚发，这回呀定能在陛下面前显露头角。比起以往，南苑着实小了些，能有什么稀罕猎物啊？娘娘说的是，除非那传言中通体雪白的白鹿现身，要是能抓得到才算吉龙之喜呢。白鹿，你倒是提醒了我，有时候这传说未必都是虚的，有可能会成真呢。娘娘的意思是，这一次我就送你一程。天佑大唐，国祚绵长，今年秋显正式开始。听说这南苑中还有一只通体白色的雄鹿。原来不只是人，这鹿也是以白色为形。撤撤。
是投彩投的，你怎么不投呀？嗨，没什么意思，与其乱丢垃圾，我还不如左千皇右擎苍也上马跑一跑。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你看人家小仙还不是我四弟的妻子呢就懂得经营名声了，人家这个祈愿舞跳得也甚是不错呀。跳舞欺负我也会啊。舞禽戏听过吗？就是那个模仿五种动物来调节五脏的。你说的那个可是华佗的舞禽戏，这在民间可流行了。我教你。他们要去跳舞禽戏啊，感觉很好玩啊。我也要去，走，赶紧走啊走。怎么了？啊，太子殿下，皇兄，臣弟的马鞍好像有点问题，需要调整一下。既然邂逅布偶，这份重赏必然是我的了，就别怪哥哥我不让着你。太子殿下，还有我呢。看来君王也势在必得呀。你们先去吧，臣弟随后跟上。撤，撤！本王的马鞍怎么会出问题？还不赶紧给本王换一个马鞍！引腰，仰天。啊，对，这是老虎，这个动作对腰好，非常好。一腿，这种轻贱的把戏，公主居然也跟风。哎，这样就对了，不错啊。禀娘娘，刚刚一出发就出现白鹿的踪迹，太子带着君王一起追去了。白鹿现身，必有好事。爬。爬呀，这个动作对脊椎特别好。爬爬爬爬爬！哎呀，哎，这是什么呀？嗯，哎，这个，这不是我太子哥哥的绷带吗？果然是。太子哥哥身体不好，所以专门给他做了一个很轻巧的绷带。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哎，那个人是谁？德妃身边那个？哦，那个好像是庞氏子弟，也是宫中护卫的神策军。嗯，不过这人矮啊，也是有矮的好处。小贼掉钱袋子的月钩，这个竟然会出现在皇宫。不对，也许就是因为皇宫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个，所以才会有人用。刚刚在找什么？我是来拿棋盘的，妃子们要与德妃娘娘对弈。哦，我刚刚看在左张右望，因为在找东西。嗯。哎，哎呦，谢谢啊。哎，哎，小的告辞。公子不见了，看来真的是德妃换了太子的箭袋。四弟，这白鹿引我们至此，相当狡猾，折他脖子，别让他跑了。我们猎活的献给父皇，我从旁包抄，吃他腿骨。好，撤！撤！撤！吁！今日的头筹是我的了。
中箭了，我应该是活不久了。别说傻话，你会没事的。我好恨，这辈子我没能成为你这样的有钱人。满足我最后一个愿望，能不能给我1000两银子？让我在黄泉路上至少有个盘缠。没有现银没有关系，你可以写欠条的。哎呀，对了，我还想要。玩够了？嗯。你还有没事？俺这娃真好，给为难的挡了一劫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开这种玩笑？哦，对了，我是来跟你说，这个箭头，你看，他们在那儿。四弟，刚刚是不是？我是受了惊吓才坠马的，你看，不是没事吗？没事就好，吓我一跳。啊，让太子殿下受惊了。你没事我就放心了，咱们走吧。刚刚明明往这个方向扔了呀，怎么不见了呢？你怀疑德妃手下换了太子的弓箭？刚刚要不是拿着箭怕被太子质问伤势，我就不会那么匆忙把箭扔掉了。那箭头分明有问题。但即便是箭头有问题，也不能说明就是德妃所为。更何况德妃为何要借太子之手杀我？我看人很少出错，德妃身边那个侍卫一定有问题。难道德妃就是宫中黑手，跟锦鲤玉佩有关？如果真的是德妃，她的背后有整个庞家势力作为后盾，要想扳倒她，必须得有确凿的证据。证据？哎，我听说崇文馆有后宫嫔妃一切资料，我去查。崇文馆不是随便能进出的地方，我想办法。小看，等着瞧吧。竟然没有射死他，崔氏的这个孽种真是个命大。娘娘息怒，我们引太子和他单独去追白鹿，算好了位置，哪想姓龙的竟然突然出现搅局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找到箭头没有？上面灌了水银，可不能落入别人手中。还没有找到，但是已经确认了，没有落在李青牛手上。你们在昭王的鞋靴做了手脚，他可有发现什么？应该没有。昭王殿下刚刚入宫请见，听闻您不舒服，他也就回去了。继续找那箭头。是。不知昨日委托吕将军查的人是否查清楚了？庞大海，庞家人，因为受到德妃的提携，此人一直在侍卫后宫的禁军做事，我查过了，没有什么问题。因为神策军跟我金吾卫各司其职，互不干涉，所以暂时还没有其他的消息。那不知吕将军能否将此人带来见我？此人昨日便称病告假，已经离宫，还不知何时归来。这么巧吗？有些事微臣不便多问，但如有需要，吕某愿随时相报。多谢吕将军。这
以后就是工会的聚集地了。好，这天气热了，什么营锐臭臭都出来了。这是德妃的贴身侍女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还懂不懂规矩？把它给我摘了。梅娘好大的威风，见了本宫也可以视若无物。娘娘变化太大，恕奴婢一时眼拙。你要摘着牌子是何意思啊？如今后宫由德妃娘娘代为掌管，奴婢自然是在替娘娘分忧。我看是后宫无老虎，猴子称大王。胡说什么？来人，把牌子摔了！住手！在这兴庆宫，我倒要看看是谁不知轻重。如人现在怀着皇嗣，他手里的青龙号还在帮着了解朝廷缺粮的情况。梅娘，你家主子再大，也不能做天家的主吧？这是太妃御章，先借与你，拿去在那块木牌子上刻个印，我看以后谁还敢欺负你。太妃，您还是先把膝盖借我用用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想起一个长辈，他像您一样待我特别好。那你就该好好的孝敬他。你现在已经成了皇子的家眷了，不如把他接来，好好的安置。为什么摇头啊？他来不了，他已经过世了。是个念旧的好孩子啊。是进宫这么久，宫会也建起来了，竟然一点进展都没有。师父，你在天之灵要保佑徒儿快点找到凶手。来，看看你喜欢哪样，就拿哪样。皇太妃啊，这是瞧着如人伤心，知道您平日里喜欢些稀罕物件，特地为你割爱呢。连奴婢瞧着都有些嫉妒呢。哎，那太妃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嗯。玉殿英锦礼。尽江湖人负，一念浮屠，一念屠苦，谁人懂我漫漫长路。拨开迷雾，温暖孤独，春风一拂，笑颜如初。时光模糊，别离辛苦，
我愿伴你朝朝暮暮。看不清荒芜，看春雨花雾，看红尘落幕，看山川陌路，看云卷云舒，看繁华满途，看相思共享。